台北市基督教女青年会、天主教社会服务团今天联合举行记者会，宣布今年七月开始继续举办小小公园营，为小朋友们服务。这个小小公园营是专门为了辅导假期中的学童做正当活动而举办的。自从去年寒假举行以来，受到很好的效果，所以也得到台北市社会局的支持。今年他们打算从七月五号起扩大在台北市福德、成功、树德、林口、富田等七个社区举行。